大家好，我是小龙啊。下了一天两天雨，来了以后就成这样。吃过的就像梳子梳了一样，比一块地的油菜全部成这光杆了。全部吃成这个这样，现在准备弄点农药，碰点药给它药死，再一家虫子太厉害，现在正碰着杀虫药，往这油菜上头再喷点杀虫药。哦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这个虫子现在已经中毒了，应该全部在地上现在翻滚。